色，不算大红。我有穿大红色的，不知道哪去了，红色太多了。有一双大红色，那个红就很好看，很正的那个红，中国红，铁锈，对啊，所以我叫它铁锈红。什么活动啊？这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。对啊，这个搭配好看吗？红金。没啥意思，外面的活动还不如待家里呢。对，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。钢铁侠靴，什么时候的白靴子？我很久没有穿白靴子了呀。不是很脏。你在瞎说什么大实话呀？对呀，闪闪的，闪闪惹人爱。杭州。气球，对，我的皮足球在这里。给你看了鞋底，你又舔不到，看啥看？你应该说很羡慕他，是不是？你很想代替他。你看看这个血统在这个位置，看到它的交界了吧？到大腿。我踢球啊，踢的不如踩的好。是香的。猜错了，今天穿的是加绒的光腿神器。元旦快乐。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，想成为他，什么时候能成真呢？这个想法是你吗？是你的话，你叫两声。对的，金属的。叫我这么起劲啊，可是听不到耶。发条语音条。比足球好，什么东西比足球好呀？这不就是足球吗？玩呀，有语音功能的。不换，一脚下去，那必须呀。所以你是我的球迷吗？喜欢看我踢球啊？
叫什么同名啊，也叫薛佳凝，后面加个这个。那你快乐着吧，我是钢铁女侠，好吧，钢铁女侠长靴。都是我的球迷吗？我的球迷给我亮灯牌哈。晚上好。不疼，很舒服。节日快乐，元旦快乐。好呀，把那脑袋寄过来吧。你疼什么呀？不应该是享受吗？你们更羡慕足球还是更羡慕这个凳子？那就下一个吧，你被代替了，下一个谁呀？喜庆哈，本来就是嘛，过年当然要喜庆一点了。好呀，把你的手机过来。你猜错了，怎么可能，让你见识见识，到时候啥都羡慕啊，地毯凳子足球，那就挨个排好队。好，不可以啊，怕疼就下一个吧，白那么多人排队，不脏啊。你要去隔壁，短靴穿的少，喜欢大腿靴多一些。你想踢足球啊，足球是我的，你只有被踢的份。问就是吧，有灰尘啦，你眼神这么好呀，那也过来帮我清理一下吧。那你就爬过来当足球。靴子怎么可能着火？你在瞎说什么呀？穿了呀，袜子。你有强迫症吗？我的地毯脏，地毯脏了，哪里脏了？我都没有看到，我从来不看这些。正常呀，你有感觉呀，可是我又没有在那里播，我还没有到时间呢，你在看谁呀你？我倒是想去那边同一视角，同一时间不同视角。你过来呀，爬过来，给你一脚，回放呀，你应该看我直播好吧，实时直播。等这边结束就去那边，大概七点半左右。黑色呢子，我没有呢子的靴子，都皮靴多一些。你不是说了几点吗？每天都有说呀，这边结束就去那边。还有 TL， 你应该问我的足球，你享受吗？你好羡慕他呀。你说他疼不疼？
疼也说不疼。它很胀，你猜对了。你想跟他一样幸福吗？想到怎么散散的私信哈，私信借一步说话。对，我只穿靴子，很少穿高跟鞋。对呀，钢铁侠的配色，我人称之为钢铁女侠靴。谢谢花花。美女兄弟高啊，口说无凭。马靴，你喜欢我的马靴是不是啊？已经骑过马了，前几天下次骑马的时候得下次了。靴子主播，篮球，篮球从哪来踩的，从哪来打的。能把我的鞋给弄坏啊，那我就弄坏你兄弟。舒服。喜欢我的眉毛啊，我也喜欢我的眉毛。不过膝的长靴比较酷啊，我还是喜欢过膝的到大腿的，有意思啊，哈哈哈。喜欢我的足球，是我的球迷的话，亮个灯牌啊。弄疼就把它，你懂得。想看我穿哈，那你等着吧。一万赞站起来！锁起来，我有锁。跟酷强不好看吗？不要那么夸张。谢花花。喜欢吗？姐姐好帅哦，你喜欢吗？光看回放，你要看我实时直播，这样更好，有互动性，懂吗？你要看，靴子是我的标志，我喜欢穿靴子，从小穿到大。骑马呀，骑马用什么？不用，有专门的蓝色靴子。为什么那么喜欢它呀？六十了，这不是你的头，不要自作多情好吧。对，钢铁侠靴子，我的心很甜，谢谢你。白领制服 JK 吗？对啊，金色跟黑跟红色拼接的。
看到这个，看了让人过目难忘，是不是？玩推呀，想关注的我的推吗？嗯，推向反差可大了。嗯，不喜欢，我都有啊，你说的这些衣服。叫啥呀？我不知道这上面能不能说。谁知道我推的，帮忙打一下。可以啊。已经打在评论上了，推。JK， 小意思。喜欢关注加团，灯排亮一下。星星，欢迎各位，元旦快乐！你们快乐吗？我的靴都是长的。我穿长靴能看出我腿长呀。谢谢玫瑰，谢谢各位花花。我的身高啊，谁在剪线上了？穿上这双靴子就187了，不想翘腿，腿翘多了腰都不好了。马鞭，你想看呀？或许在那里能看。谢谢各位的拍子。我之前频繁翘狼腿，你自己来的少还说很少看，我现在得减少翘狼腿了。腿翘多了有害健康，我现在是能不翘就尽量少翘。什么不相信啊？不高兴？那你爬过来呀。杭州不可以吧？我是没有见到，下不去了呀！你兄弟真厉害。回放啊，有啊，还有比回放更精彩的呢，你得私信我。比回放劲爆100倍的。对啊，钢铁侠可以。配色
你去等钢铁侠的，你去侠迷吧，爽。对，换右边了，刚刚那样做有点刺眼。是吗？有我的鞋个硬吗？能啊，七八十双靴子吧。好，怎么私信啊？点开私信呗，点开小窗口私信呗。这还要我教你？你就是钢铁侠呀？怎么证明？我是负债的负，正负的富婆。靴子买了变成负债的富婆了。为什么怕我的鞋跟啊？不用鞋跟用什么？用鞋尖吗？脚可以哈。元旦快乐！想要教，想要主播教你做事是不是呀？找把手，187。哦，你说你的身高啊？185，200，是吗？挺好的。企鹅怎么样了？老样子，好像恢复了吧？这个是，对啊，钢铁侠战靴，钢铁侠联名的，厉害吧？限量的，什么1.1米啊？哇哦，这什么呀？黄桃罐头，谢谢。黄桃罐头确实好吃，去上一个，不能通过，再申请一下呀。备注好你的名字啊。很爽是不是？很，是不是觉得很上头，很下饭呀？我的视频就是下饭神器。有感觉，那就对了。为什么要借呀？怎么还不够爽了？还会有更爽的。已经很温柔了呀，我又没有说踩爆他，我是在用脚底给他按摩，好吧，这还不够温柔呀，你戒不掉了，认命吧，我这不是在踢好了，我是在踩，我应该说再委婉一点，我是在按摩，好吧，足底按摩 ，OK。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睡觉的，你好辛苦啊。那你来实践吧，爬过来。还要我亲去踢你啊？当时你爬过来了，自己拍我队伍。你想享受这种按摩呀？是我享受好吧？足底按摩，对。都跟你说了，戒不掉了。为什么戒掉呢？狗领导，拜拜！被领导折腾呀！你这种领导就应该折腾他，折腾他。
让他来代替我教他的足球好了，看我怎么折腾他。谢星星，有多听话呀？这么听话都排亮起来呀！废掉吧。想什么按摩？排好队伍呀！可以呀，了解课程的私信，私信借一步说话。不听话，会的。可以呀，欠抽是不是？连你们都说正常了，钢铁女侠，谢谢花花，现在看有多温柔，反差就有多么凶狠，皮痒了，不止你个人皮痒。有什么不敢的？借一步说话，去那边牵着你，待会儿你得爬过来啊。你喜欢三九马的脚呀？你们喜欢温柔的吗？房间好酷好炫啊，有多么酷炫？喜欢我才能画吗？都是量身定做的哦。你说你该怎么看？这还需要问我吗？自觉一点。不叫小佳妮，叫校长佳妮。元旦快乐，云集，什么礼物呀？模特，我吗？以前算是，啊，不对，以前就是，哪里可怜了？你说他可怜，你就是在羡慕他。12公分的根，我看得到你说话呀。你关注加团，灯牌亮一下，我就能第一时间回复你。让灯牌的第一时间回复。没有14哦，有推啊，走 T 台，里面都有。对，钢铁侠有眼光，是的呀。可以私信哈，有什么疑问可以私信啊。你刚问我那个推，我私信发给你吧，或者你往上翻下评论，可能还能翻到 Jenny Queen 72。味道芳香浓郁，说的好像你闻了似的。你不是已经在跟我说话了吗？我又不是没有回你。私信啊，私信都不会，那就看简介怎么私信。五指没有呗，
有无几棉袜？没有什么没有。这里是评论区，不是无人区，好吗？说话注意点。我的马甲，改呀，准了。对啊，幸福，幸福的足球。什么感觉？用我的鞋底的头像是不是？用我的靴子作为头像，那可以。准了。我又没有在蹭世界杯的热度了，我当然知道过去了。鞋垫鞋垫都喜欢，我每双靴子都让你们很有感觉。青春年华，是的。给力，因为它是钢铁侠联名的。我更擅长彩条，我也觉得很好看。没看到吗？这么明显的没看到，人家都看到了，就你看不到。不会漏的，放心吧，这球可结实了。这个根真不算高，我最高的根是26公分呢，这个顶多11公分。改了吗？我怎么没看到呀？你的头像为什么是？头像没有改啊？每双靴子啊，那不见得，大多数吧，一大半都有过。穿习惯了，臭不臭不用你操心啊，反正你又闻不到。没有布的，皮靴子不香吗？布靴子没感觉，不太适合我，不太符合我。不是啊，对啊，没有福气，享受不到。足球女士，你是我的球迷吗？对啊，没有这个福气，享受不到。
我的什么物品啊？说的具体一点。对，是的。我说让你改什么头像来着？只能用我的靴子做头像，懂了吗？改过来。不是我的球迷，是我的足球啊！你好会啊！下一届世界杯。说的好像我是下一届世界杯的希望似的，下辈子吧。擅长玩什么？这么明显，就在你附近啊？那你不是挺近的吗？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排队排好队吧。你都可以插队了，排什么队啊？赶紧私信排队报名吧。来啊，排队。你是足球，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，你得重新排队了。看到了，改了。你不是已经关注了吗？加灯牌，好吧，灯牌亮一下，然后私信排队，懂了吗？都可以啊，那就从足球开始。你排到第几个了？你在杭州吗？在杭州排的最近了。最近不旅游？新年快乐呀，元旦快乐。排队啊，近的可以插队，远的就慢慢排着吧。对哈，一直在杭州。太远了，排到999家以外。宁波啊，还行，一周之内能排到你，在上海的三天之内就能排到你了，谢谢星星。这双定做的，就是肯豆的有啊，金属头的，有一双不是金属的，这个是金属的。谢谢星星。对啊，限定的，绝版了，马上就要。钢铁侠联名，你是懂的，你是懂钢铁侠的，你好识货呀。穷要爆了，爆了他就换你吧，你来代替他。这就是你所希望的。内蒙没有，最近没有。
那你去那边看吧，那边带劲，你去那边候着我吧。还有十分钟左右就要转场去那边了。都可以啊，慢慢来，一个一个来，排好队伍。去隔壁了，等会儿。那边是比这边更好的视角。ID 一样的，同名哦。不知道那边地址是什么的，可以私信。对，隔壁，隔壁就是 TL， 搜同名啊，薛佳妮。小念高冷，你高冷什么呀？那边是仰视的，对你们来说是仰视的。那边视角会比这边好。那你想，我没有总换地址啊。那边畅所欲言，无所顾忌。你得有下载链接才行。是的，经常打不开，有 bug。 仰视啊，当然仰视，不用翻墙，又不是推，不需要翻墙。那边会双脚的，你去那边再截图吧。得下载，不知道怎么下的，自己私信哈。是吗？你直接度娘的，然后呢？搜到了。弹幕里是发不了链接的，只能私信啊。你搜到了吗？这么神奇，谢谢好运符。七八十双靴子，粗略的算了一下。那，对啊，我那边还行，不要再加团哦，那边可以哈，那必须可以啊，搜不到可以搜这一串数字。带不带表保？倒好看呢、哦，需要保养的还有多少？还有一大半呢。我去，都需要保养呀。
下怎么办呢？今天几点播的呀？是的，是 ID。嗯，差不多吧。今天稍微再多播一会儿吧，难得今天，今天又是元旦，人又这么多。那边都有啊，那边本来就是有一点点门槛。苹果可以啊，马上一万赞，主播站起来给大家看看。找不到了，你私信我呗。对，钢铁侠同名的，联名的。网址都说了呀，私信啊 ，TLTL。OK。闭嘴吧！再在这里乱说话就禁言了。昨天休息了。叫钢铁侠去懂不懂啊，他们乱说什么呢，不识货。再播个十来分钟就转场了。私信下播统一发，统一回，下播再翻牌子。插秧这种粗活还需要我来做吗？我不插秧。
对，请互动互动。那你等着吧。是的，你猜对了。识破哈。那里有，这里没有。对，我后面笼子这么好奇啊。对，很贵，我穿过都很贵。没有人，有你，你在里面待着呢。怎么可能白给你啊？你给我啥？你给我点了全款，我倒可以考虑。我坐下来不就能看到了吗？天生的，长那么高。看吧，有啊。谢谢，一月你好。对，你没有见过，没有这个演员。滤镜的缘故，我才没有变呢，是你自己来的少了，就是我变了。有啊，
就在这里感慨是吧，我都对你没什么印象，其实你来的太少太少了，我现在也很高冷啊。不戴墨镜看起来乖，都是假象。你来过？哦，或许吧。那还想再来吗？想了解课程的私信。最近这也不说话，定制没有，选票就别看，嗯，试过都知道。谢谢玫瑰，谢谢花花。哎呀，人少了，好，准备下播了，不假扮了，准备那边见哦，各位。转场了，我看着很狠吗？转场了，下播翻牌子，拜拜各位。